各位好，请久坐哈，咱今晚要上课啊，各位学员请就坐哈，我们现在要上课了。好，各位好，咱今晚开始上课哈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午安。真欢喜，这期又搁满满，啊，少年呢，啊，足济咧，啊，就是爱甲大家拜托，转去搁鼓吹少年呢来上课，因为有少年呢。咱的进度，啊，甲咱以后要做的代志，拢爱予少年的来承担。啊，今仔日啦是闭幕，未来拢是咱的台湾民政府的重要的干部。重要的干部最重要就是爱守法。有的人车乌白停啦，迄画架啊画好好诶，乌白停，迄你着爱家己检讨啊。但是我看敢若一两台尔啦，其他也拢足规矩诶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，现在要叫少年呢来现身说法，伊来上课了后，伊的感想，甲大家讲，啊，那是要拜托世界所有的本土台湾人的少年呢，看到这个啊。网站，恁我赶紧来参加。咱即摆要介绍美国回来受训的啊，方伟汉来甲咱做简单伊的心得报告。咱甲鼓掌一下。大家午安，大家 好。我姓方，我叫方伟汉啊，你们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叫 Henry。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呢，为什么我会来参加民政府啊？我中文有时候讲的不好啊，请大家好包容一下。那个我爸爸，大家很多人知道，就是新竹州的州长叶贤忠，他当初在两三年前。跟民政府有开始参加的时候，当然听到这些法理啊这些讯息，很开心，回家都会跟我们一起分享。可是之前也是小，然后对政治是就是真的是没兴趣，所以听也是没有懂，然后右边听进去，左边出来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兴趣。是到大概两年之后，是在。就是今年九月，在美国 Washington D.C. 在开就是国际的那个会的时候，是才让我真的是相信那个民政府。说实在的，是在之前我要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，在九月的时候，在美国，我真的是只是原本是我只是要去玩而已，去找朋友，并没有是要参加民政府的活动。可是后来。经过三天四天跟大家相处，跟大家同心相处，我真的看他们这么奋斗，我自己也想帮忙，真的很感动。他们大家为台湾的未来这么奋斗，我也真的相信民政府了。就从那时候，我才决定要参加来这里上课。
所以在我要回拉斯维加斯之前，那个秘书长的夫人问我要不要来参加上，有空的时候回来台湾上课。我不用想，马上就答应，就说我有空会回来。所以我这一次，我已经8年没回来台湾了。然后是因为是真的上班跟上课是真的很忙，所以这一次我真的花尽量，我真的就这次就回来了，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啦。然后我花了，我自己是花钱来那个飞机，自己花钱来了。我真的觉得上完这个课，这个价钱不是问题，真的很荣幸可以来这边，真的每一毛钱都花的真的很值得。然后现在说到上课，我要再也要用这个 opportunity， 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opportunity 跟我们大家的讲师说个谢谢，他们每个礼拜这么辛苦来跟我们说讲法理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吗？我相信我们现在大家都毕业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然后我下礼拜也要回美国了，然后我一定会好好，要以后也是陆续一定会能参加的都尽量参加，然后我们再大家一起努力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在热烈掌声欢迎他，鼓励他。我在这个地方再宣布，希望有看网站的本土啊，国外的台湾人，尤其是年轻的，你们真的有希望，未来台湾民政府都是要靠这一批年轻的来担当。那从国外回来的真的是不简单，自己的时间都要安排好好的啊，刚好利用这个假期回来。还有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要特别啊认识人家从美国就会来受信了，有看到网络的台湾本土的年轻人应当要把握这个机会。有的来啊上课的年轻人，你不要低头只在玩你的啊电脑。电脑要做什么用？好像我们提到大家上啊电脑去找啊平潭岛现在在做什么，这样拿电脑带电脑来才有用啊。这个我是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，我要求我的研究生上课一定要带啊笔电来，我讲什么你查什么嘛，不是有的人低了头在那边自己玩自己的电脑，这样就不对了。年轻人你要记住，以后都是你们要为台湾人民做更多的事。好了，我们再邀请一位啊，李同心啊，是高沙族的啊。那么我们啊，周习啊伟在不在？高沙族的。啊，赶快哈，因为时间只有8分钟，马上我们要去啊照相了。我们掌声跟他鼓励一下。哎，长官，然后各位在座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有点紧张，突然叫到我的名字。然后我目前呢是在，我是从高雄来的，那我是我的故乡在苗栗县泰安乡，然后呢我现在是在教育局体育署的
国训中心里面当厨师。那我们目前呢，中心里面都有500多个人的用餐人数，都是我在管理。当然，我们里面还有其他的厨师，还有其他同仁。然后我很高兴来到这边，是因为高雄有一位同心带我进来的。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来，我就是有看了一些我们台湾论的书，然后就是有听到我有上网去看，然后虽然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希望我在这边能够得到的那个资讯，跟我们对我们台湾有更好更大的那种帮助。那以上谢谢。好啊，我们再掌声啊，感谢他来跟我们心得报告。那么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，那我们要给大家看看实际上的状况。我们这个是今年去靖国神社去卫林的照片。再来进到皇宫里面，我们3年呐、都拿这个旗子，拿这个旗子进去，从来没有的。要进到皇宫有2个安全检查，从来没有第二支旗子。原来他们都是日本旗子。我们进去以后，这3年都是，这证明了什么？天皇很清楚了，大家来学习的华理也很清楚了。几个讲师在这边讲的都是蛮正确的，大家可以去想一想3天来讲师所上的课。那当然我也要给一些照片给大家看，可能有的讲师也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大家看一看这一张。这一张是什么？因为习近平到日本的时候跟外务省讲他要见天皇，外务省的人跟他讲，你没有半年前我怎么可能跟你安排，他只好请求美国安排。所以美国告诉我们他安排见了天皇，见到天皇说中国的经济上比较好了，现在有能力来买台湾。天皇怎么讲？他说我们祖先到现在都没有在卖东西的。这个大家去思考哈，大家思考为什么他们现在改说日那个钓鱼台啊，就是尖阁群岛啊，是他们的固有领土，因为台湾也就是他们的固有领土啊，钓鱼台是属于我们宜兰州的，所以这个都是这样讲的。那中国只在讲什么？他们的核心利益啦，这个很清楚嘛。为什么就职典礼挂这个国旗跟这个国旗一样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？他跟美国讲以后啦，我们
要用这个旗帜了，他们也要来申请啊，民政府了。这个大家看过了嘛？吼，刚才啊，这个是好了，这个时间上的因素哈，我要换啊，我们安排了就是平潭岛的影片给大家更清楚的报道，现在开始。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，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。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。这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，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。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，海峡号的第十万名旅客。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，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。人到几号了？这是我们盼望的，希望能够这个时间能开通。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。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，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，再转陆路运输，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。越来越便捷的交通，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。台北新闻李宏、庄志伟。福建采访报道。好，大家回去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都已经蛮清楚的了？美国做事的都会先啊跟对方安排这些啊，要美国把它带来的这些人要把他带到啊中国去，要带到金门马祖平潭岛。大家有带笔电的找一找平潭岛就好了。我们今天时间上因素，我报告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。来呢，谢谢议长哈，今麦来大家注意听着哈，等一下要翕相呢，分2个梯次，因为咱120个容纳不下。第一个梯次吼、哦，